兄弟们，门已经开了。走吧，凯哥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出发吧。哇哇，这就感觉我在拍戏。这不就是《仙剑奇侠传》拜月教主的地方吗？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中国香港有个叫讲双瞳的故事？你有没有看？双瞳，对，我知道。来吧，请摆放贡品之对应兽首顶盘内。哦，又得看兽首了。这很像拍戏的地方哦。以我古装那么多年的经验，这个会不会打开？你应该在这儿那个了。嗯，你也没少拍，说我祭奠什么之类的是吧？然后就打一架。对，他这种连装修材质都是拍戏那种啊。先放一试是吧？应该全部对里面吧？嗯，那就对里面。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，你去跟你要项链吗？还有黑的啊，马上。你不会的呀，未必一次性摆对啊。开始归位。不行，我们是不是各站各自的那个生肖面前一起唱歌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快，该你们归位了，喂羊归位。马在哪？马在这。蜜姐归位。好。来一块一块喊一二三归位啊！来一二三，归位。还是不累我。还是。